算五张一千。七七七，七七七个一千。放直一点，有没有感觉现在暴风雨天气都是很平静的？七七七到一千。九九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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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七七七到九九八。伸直一点，伸直一点，不要害怕。对，八八九，八八九，八八九到九九八。你很快就有机会了啊！八八九到九九八。九到九百，哎，你们很快耶，六环的那些人啊，很快耶，你们。八八九，八九二，你讲八九二，八九二是吗？谁中的那一个人呢？邀请吃瓦萨比薯条，要现场吃哦，现场吃哦。主播和听众今天实际吃。OK， 这是我们有请叶星来，叶星是其中一个我们的这个男主播，非常这个阴盛阳衰的其中一个男主播。OK。不是样衰啊！一到一百好了，反正都有吃薯条了。对，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吃薯条，你们就快一点。OK， 来，因为大家刚才很合作，所以让次给大家看一下。OK。OK。一到一百，跟着水爆炸了哦！燕子，拿你去，拿你。一到一百，五十到一百，一下子就砍了一半。六十，指一点，六十到一百。很担心哦，我很怕。伸直一点嘛，你的指甲小心太尖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靠近一点，你不要长这样快，你要靠近一点。别害怕，他是爱你的。六十到一百。六十到七十七。直一点。六十到七十七。六十二到七十七，你看有徐工那个手在发抖。OK， 叶令，又是你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了。七，六十四到七十七。霸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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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霸
指一点，指一点。65到70。哎，你们其中一个都有机会，放心。65到70。大声一点喽，那就不会爆了。66。谢谢其他的主播，然后留下 Agnes 还有这位非常可爱的听众 ，OK， 嘉祥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们。